我发现竟然我的姐妹还有不会怎么把 T 恤塞进裤子里的。今天点开这道教程呢，我不允许有谁没学会就离开。不管你是 T 恤背心还是卫衣，不管下身穿长裤短裤还是半裙，伸出你的双手，30秒包教包会。很多人啊，穿上 T 恤之后直接撩起来往里塞，不光把这一块弄得鼓鼓囊囊，周围也皱皱巴巴，这不是我们要的效果。还有的呢，把前半部分卷吧卷吧全部塞进裤子里，这不就凸显了小肚子吗？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。穿好 T 恤，拿出你的双手，找到两条大腿中间的位置，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掐住衣服边，千万不要掐着两边，或者呢你记住大概一个手掌的距离，看你怎么好记忆哈。掐住之后拎起来，顺势往裤腰里边塞，大拇指去塞就好了，千万不要整个手掌去塞，这样的话会越塞越多。再来一遍，掐住大腿中间的两个点，提起来顺势用大拇指往里塞，这一块确保它是平整的，再把剩余的衣服稍微整理一下就 OK 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这样的塞法呢，既给咱们小肚子的部分做了一个余量，不容易显肚子，那么从正面看和侧面看的时候呢，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过渡。牛仔裤也是完全一样的方式，掐住中间用拇指顺势往里塞，整理平整之后把前边稍微整理一下，侧面过渡整理一下。如果你想要穿的比较有个性呢，也可以把中间这个距离往左或者是往右移，大概就是1/3的部分，你可以稍微掐左边一点，然后同样的塞进去，两边稍微整理一下。短裤也一样，半裙咱们也能精准拿捏。这个方法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学会了的请在弹幕里扣一，眼睛会了手还没会的请扣二。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希望可以点赞收藏并且反复观看，那么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